谢谢。干嘛呢？干嘛呢？干嘛呢？什么喽？传说中的亲签吗？今晚我和同学一起出门玩哈。啥时候出门？7点。结果才5点，很好。妈妈说我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还是老老实实跟他的上播吧。我什么时候才能跟同学一起出去玩呢？哦，那可能要像阿甲那么大的时候才可以咯。好吧。哎，娜姐，你到阿甲这么大的时候会愿意跟妈妈一起出去玩吗？嗯，愿意。爸爸他说他愿意，是不是还是太年轻？对。到时候你应该连你妈在哪儿都不知道了吧？你看，你看，你看这跑的，这什么呀？果冻啊！这是什么神仙操作的可口可乐？这个还是木质调的，火辣的，我要拿走。个人觉得这个很赞哦。哎，你以后长大了真的愿意跟我一起去玩吗？对，真的。好听的话呢，听听就行了。我们当妈妈的还是要实际一点，喝喝咖啡，过好自己的小日子。哇、啊，回来啦！啊，好累。爽吗？爽，就加2分。阿夏，你今天有没有拍照片？有的。妈，给你看今晚拍的照片。怎么都一个姿势？这不是第二个姿势啊，没有了。哎，对了，我得跟他们说一下。你怎么还没去睡觉啊？刚洗完头是不是？我没有洗头。对呀，姐姐明天要来接我哟。为什么？因为